哎，这咱俩每次从那边采购回来呀、啊，都得大包小裹的整着玩意儿。哪次不都这样吗？不在采购新鲜蔬菜水果吗？你知道这是啥吗，哥？那不是肉馅吗？你知道为什么要买肉馅吗？包饺子。今天是立冬，我们要吃饺子。怎么的？那你全来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今天给你做一个最好吃的饺子，让你吃的这顿想下顿的。不用我插手啊？不用。哎呦我天，今天太阳真打西边出来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顿饭要做成功了，以后你再也不准笑话我做饭没天赋了。你做的东西啊，我真是不敢恭维。真能整个洋玩意儿。家务事就全了呗。对，以后天天给你包饺子。呵呵呵，你先把这顿包好了再说吧。一碗面。少加点水，要不一会儿就是面多了加水，水多了加面。你觉得我这块面怎么样？口子还不错。放这醒一醒吧，然后去和馅。好，把肉馅给和一下，倒点葱姜水，白菜还挺好的嘞。打点水，这个盆好像有点大了。不是盆大，哪有你那么大的，用手。行，差不多了，行，点盐，行，就这些吧，来点酱油，好，计量单位适量，少许，这也不到确切是多少，就差不多，别咸了就行，这样就行了 ，OK。哎呦我天，你是真能糊。现在有机械化，谁用手工？我要是有你那功夫哈，我都切完了，我都剁过完了。你瞅，那打不完那玩意儿，不还得那个什么，不还得切吗？这块面还不错啊，这面真的是个技术活呀！变长，变长，变长。变长，变长，变长，变长。行，这饺子挺成功，没煮烂。哎呀，这就是。快尝尝，给个评价。你今天的战果吗？对。那我高低得尝一口。我再尝一个啊。怎么样？两位。可以出炉了，以后笑不笑话我了？笑。为啥呢？哈，做的这么好吃还笑话我？包饺子包的好，不代表整别的整的好。把点一样一样都给你整了呗。对呀、啊。我
觉得你这是在糊弄我给你做饭。好吃，真挺不错的。不过这块可以了啊。自学成才。我感觉我以后可以。可以退居二线了是吧？退居二线了。这是咱家新到的家用电器，我就试一试。你可以比一下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你再看那个。你怎么还大小不均呢？不会切记的，就是有大有小。行，能干上这样是不错了。